我一直期待着我的画能影响别人，但我没想到是通过这样的方式。因为你的画，一个警察牺牲了，7年了，3次作案，4个受害人，嫌疑人是个女的，我可以试着画出来，准确率大概多少？我有把握，准确率不低于90%。都想你跟沈毅一起吧。陈贵要跟沈老师一起搭档了。啊！这次对手有点意思，我已经掌握了案子的基本信息，可以开始画像了。希望不要等我们案子破了，你再画出来。这沈毅肯定有问题，什么都能画得出来，这么科学。你对他有意见？ 他好像在努力寻找记忆当中的力量。画的再像，还不是靠我们抓？画像师只是他苟延残喘的工具，所以你觉得我会是下一个？每一桩案子快要水落石出的时候，总有一只无形的手突然就抹掉了所有的痕迹。你应该清楚。 他也是被利用的。你的话只能害人，真的是枉法做了。现在谁都没有机会。捕风捉影能手，会行猎罪神探，没见过这么自夸自己的。